看完新闻新势力，到底什么是新势力？现在有一股橘色的力量，就是 UDN TV 正在用一种积极但需要大家支持的力量，不走八卦新闻，要带给大家国际视野，还有新闻内涵跟好节目。现在呢，已经有好多民众拍照上传，加入 UDN TV 粉丝团。观众你好，欢迎收听 UDN TV 2300夜前新鲜事，我是谢丽文，带掌握这一节的新闻重点。看腻八卦小道新闻吗？现在联合报系的 UDN TV 有纯净的新闻播报和合家观赏的人文节目，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。用猫的角度看世界，摄影都不要怕脏，你就换不一样角度下来。好，传达一个力量，就是走纯净的路线，我们不走八卦，不走三色星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借由看我们的新闻，去传达一个正向的力量。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新闻，我们是非常的欢迎跟支持。较干净的新闻，没有说吵吵架。吵吵闹闹的新闻来源会比较好的新闻。顶着大太阳，工作人员主动向民众介绍新闻节目的露出平台。为了让更多人看见， UDN TV 还举办拍照上传活动，号召民众在社群网站一同响应。除了在 UDN TV 官方网站上面看得到纯净新闻，现在加入 Facebook 粉丝团，和我支持纯净新闻的版班拍照上传，你就有机会得到 iPad mini。之后啊，你可以 tag 你四个朋友，那我们抽中你之后，你跟你的朋友会一人一台 iPad mini， 一次五台全部送给你。 UDN TV 一天有九节新闻，以国际情势、国内重大议题为焦点，在官方网站和智慧型电视提供观众随选，打造出纯净的收视品质。 UDN TV 林天佑黄金台北报道。